凯克斯科技要火箭腰带，它贵了700块，但是加了10天法强，然后主要是项目，这是神话装备嘛，向目标方向突进，这个效果是一样，看这些效果都是一样，但是它在接下来的2秒内向敌方英雄行进时获得75%的移速。你们想一下，加里奥跟冰女出了这种装备，是不是很屌？凯南，小蜜蜂半价，王机超，小蜜蜂半价。什么小蜜蜂？小蜜蜂，提莫那个小蜜蜂的皮肤，我也是看小蜜蜂皮肤半价，39块钱就能买，原价79，直接39块钱就能买。可以。这个可以买，我没这个，你有吗？我这个可以买。我多少点券呢？我给你充，来，我给你转账。直接给我转账吧。你挑两个，我送你啊。好，你挑两个，我挑两个贵的，你挑个便宜的。有个战场 BOSS，战场 BOSS 你有吗？亚索皮肤有黑夜使者，奥赛德战场 BOSS，真实伤害。你那个皮肤多少钱？我要亚索的。我想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小蜜蜂是39.5，我挑个贵的，等一下。39.5太便宜了。可以，等一下，我挑个贵的。哎，反正这个真的爽，这个世界专注对我来说是真的舒服。但是他们刺客也加强了很多，像刺客什么的，所以就很痛苦。我喜欢这个圣诞导弹鬼金克斯，但是这个不是半价，它只是限定重新拿出来卖了，它是原价129。能否就这个怎么样？能否然后你去挑两个，好，你送我这个，你待会儿跟我说你的多少就行了。129 OK， 半价129，然后就是半价了之后就是64.5，是吧？不是，还是原价，它不半价，这个不半价。原价129，你这个半价你只能选半价的，什么原价129？我送你俩，你去挑两个。那我们两个都不要送了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仪式感？等一下，我选两个皮肤69，我选两个69皮肤，表示一下彼此之间的那种就是战友，就是不是战友，就是我选两个64.5的皮肤，你选一个129的皮肤，我们两个不都就是要送给你？我们两个不都差不多了吗？就你129，我129，这个还送个毛？真的，你买你的，我买你的，不就完事了？你怎么弄啊？你等一下。什么叫仪式感？泽拉斯现在可以第三件直接出大天使，出门直接女神类。你快转钱，然后你挑两个。哪里啊？哪里看到先可以半价的皮肤啊？首页啊，首页双十一。哦，可以，我看到了。哎，没有啊。哦，这里。贵点的有哪些啊？这它最贵的就64.5，这个。你看嘛。半价这边的都可以，你不是你看一下半价这边的，你想有什么？等一下我想一下。我给你看了，不是，你不是喜欢亚索吗？怎么这些皮肤这么便宜的？便宜不便宜？亚索这个黑夜使者、奥赛德，还有战场 BOSS 真实伤害，你随便选俩。如果你亚索在哪？我没看到亚索啊。在第三个。调到下面第三个双十一精选皮肤限时5折。哦，精选哦，我那个总决赛那看去了。对，总决赛的那个皮肤它不是很那个。哎，等一下，果小果，你等一下，你这个什么来着？你哪个来着？等一下，我病。你刚刚说的是129的是吧？OK， 我们两个互相送，没问题。你129，我现在转你，你待会儿我选两个皮肤，然后你待会儿转我，知道没有？你怎么突然这么爽快呀？不会有问题？我这个人很好说话的，你知道吗？你送我一个皮肤，我送你两个，不，你送我两个皮肤，我送你一个皮肤，是不是？对呀，为了感谢你今天带我上分，我送你两个皮肤，对，但是又怕你不好意思接受。啊，我要这个王国继承白虎贾克斯。什么？
王国精神白骨甲壳虫，牙齿那个皮肤有什么用啊？真的，我这我好我好几个号我都有，你知道，我就是没有这个鼠年限定的。然后还有这个，我再考虑一下啊，等一下我可以看一下。你不会挑了两个最贵的吧？没，只有一个是最贵的。果下果又没了的爱心寿司，感谢果下果又没了的爱心寿司，大旗哪在哪？这个索拉卡。那个王国精神甲壳虫你自己找一下啊。我找不到，我看不到它价格。嗯，王国之城，第几排嘛？你跟我说嘛。那个，第几排来着 ？SN 总决赛精选阵容限定皮肤限时销售。嗯，然后呢？第一排第三个那个，然后还有一个是。整个皮肤里就这个最贵吧。239，王继昌，你又没，你只是说送的皮肤，你真的不要出尔反尔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要出尔反尔，言而有信说话呀，你知道吗？你那个129，我说给就给，你知道吧？我说买就买。239块钱的皮肤啊！我打英雄联盟6年了，我没见过239块钱的皮肤啊！你，这个我也没见过，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见，所以我很想买这个皮肤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很想要这个皮肤。我也要这个，不行，你不能选一样的，不能选一样的。你再选一个，我也要这个。不行，不能选一样的，这样还不如你自己买自己的，我自己买自己的。你可以啊？不对啊！不，你说那129，你都说了129了，真的又出尔反尔，怎么做人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不是你搁这里理财呢，王继昌。我王国继承贾克斯跟这个王国继承。雷欧娜啊，我当时过年的时候忘了买，现在很想要，哎。我真的长见识了，我第一次见这么贵的。Okay, 我算一下这个要多少，这个200块加240块，440块，440块扣2块啊，就。440块。对，440块，你转我438就行了，还打个折。打个折，抹个零，430。我其他我自己出，你看充那个微信充钱95折什么的，好像可以，就是90几折，我帮你算一下啊，400块95折什么的，你可以少转我个20块没问题的，这个410啊，血赚，好了，410，行，啊，我刚刚在看皮肤，你知道吧？我没怎么去看这个，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手，我以为都是30-40块的皮肤。那10块你也不要了吧？400吧，怎么样？直接整个零吧，啊，行行行行行，有零有整，行，400，来你先，可以，我转过去了，好，我都听到嘚嘚的声音了。你其实不用转我400，你直接转我这个270。129的这个皮。OK。行吧，我等一下，我也。OK。消费了。我刚才看这个装备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怎么去看皮肤？哎，不要说王俊涛诈骗，这怎么能是诈骗呢？这是辛苦费。这是。对啊。对，带你这么难带，真的，这个感谢王金昌带我，心态都快带崩了。一天的游戏，没点辛苦费吗？是不是？莫重上分，只是从某种是诈骗，换种形式给我，对，当然不要说王金昌。好，哇，那我，对呀，我去那个了，王金昌，我去买皮肤了。好，你去吧，拜拜。然后买2个皮肤，我准备下了，拜拜，王金昌，拜拜，拜拜，王继超，拜拜，新界洞悉，冷却时间不在5%主动，什么无倍楷模？果小果还欠我2火箭呢、啊，你们别说这种，真的，他这个我把他我带他是有这啥的这个。